我叫栾桑央，我选了城乡变化、健康生活和游览。我选了城乡变化，因为我想说明纽约的人口逐渐变得越来越多。另外，我也想说明纽约的房屋危机。我选了健康生活。因为我最近开始思考锻炼身体来逐渐提高身体健康，我选了游览，因为我想说明我童年的非洲旅游。我最喜欢的帖子是城乡变化，因为我很享受用很多新生字来说明纽约怎么变成了一座座楼。在第一个帖子上，我说明纽约100年前，在街上到处都是麻辣车，而纽约现在在街上到处都是汽车和公共交通。纽约发展得很快，还对世界的科学技术有伟大的贡献。不管哪一个时代，纽约都人山人海，而且挤得很。纽约人真的想尽可能保留老纽约的传统建筑，不过新纽约的高楼大厦住不下增加的很快的人口，看起来纽约的房价就涨得非常快，因为纽约政府不规定房价，所以房价由市场来决定。我很担心这样下去，纽约人会买不到住的地方。为了买房子，纽约人们要么把一笔钱存在银行里，要么炒股。投资有很多选择，炒股就是其中之一。在第二个帖子上，我说明锻炼身体有益于身体健康。那我来说吧，我每一个星期都在健身房跑30步，这让我又高兴又骄傲，而且不累。即使我很忙，也一定要去锻炼身体。我多喝水，也多吃有营养的食物，比如水果和蔬菜。我也从来不喝酒，当然千万别吸烟。不过，我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是，我有时候会熬夜，这样一来，我的两只眼睛都会变成了熊猫眼。在第三个帖子上，我说明，非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特别是非洲的很清楚的夜空，非洲的夜空看起来美丽极了。我一看到银河系，就舒舒服服的轻松轻松了。另外，我看到了银河系以来，再也不可能忘了。我看到的最有意思的帖子是何梅的。他说的话是对的，健康的肠道细菌有益于身体。何梅给我一个很有意思的回复，他去纽约的时候去看音乐说，在这个学期作业中，我没学到新东西，但是我想出来了一些主意。而且跟同学分享了自己的思想。